Sobi 是专注于 Facebook 讯息的软体，也可以让看 Facebook 的讯息像在看一个特殊的杂志或者是网页版面。我买的是 Lite 的版本，不过如果是完整版的话，除了回 Facebook 的讯息以外，还可以直接透过 Sobi 软体进入 Facebook 的聊天室和朋友聊天。